家人们，我发现了一款宝藏酸奶，这一大桶有2斤耶，配料表只有生牛乳和乳酸菌，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，来尝一尝。我天哪，这个真的很浓稠耶，宝子们。虽然说它是零糖的，零添加蔗糖、零添加乳糖和零代糖的，但是它吃起来一点都不会说很酸很酸的那种。我之前买过那种零糖的酸奶，我的天哪，那叫一个难吃。这个吃起来刚刚好。它就有一种希腊酸奶的感觉，真的很浓稠。管理期控糖的可以放心吃这玩意儿。瞧瞧它这个浓稠的质地，我真的爱了。搭配点麦片就是好吃的酸奶碗了。一口入五魂。太好吃了，家人们。好吃到哭泣，真的巨浓稠，就这一碗一下子就解决了，哦，太满足了。 Nice.